其实呢，在整个国际间的局势，很多人都说等到11月之后再讲吧。为什么11月美国要选举啊？选完之后会是怎么样的样貌，还真的说不准。原因是因为呢，现在在拜登退了之后，换了个贺锦丽上来，民调呢有时冲得很高，有时好像两个又差不多。所以呢，其实让川普现在他在选举的过程上面，是不是步调也开始要调整了？过往呢，对贺锦丽当然是副手，没什么好说的。现在开始在讲他选前突然变黑人，好，这么一句话呢，会让大家觉得说这样讲合适吗？先来听听他原话。She was always of Indian heritage, and she was only promoting Indian heritage. I didn't know she was black until a number of years ago when she happened to turn black, and now she wants to be known as black. So I don't know, is she Indian or is she black? She is always identified as a black woman. She went to a historically black college. I respect either one, but she obviously doesn't. Because she was Indian all the way, and then all of a sudden she made a turn, and she became a black. 好，先帮大家呢来澄清一下，再科普一下哈。这个 Harris 呢，他的妈妈来自于印度，他的爸爸呢是牙买加后裔，所以呢也算是非裔。过往其实呢，他在求学的这个路子上面呢，很多时候你也是非常清楚的看到他比较非裔这样子的一个路子成长的路。好，可是问题是这一次川普呢，他去参加在芝加哥举行的全国黑人记者协会的年会上面的时候，这一番谈话其实让很多人很感冒的，因为觉得说是现在是又在论种族了吗？然后你把自己说成是解放黑奴的林肯，说自己呢对黑人对非裔非常的好，好这么样一些说法。甚至让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听不下去，直接就离场，甚至呢还辞去了共同主席的职位等等。基本上啊，对于川普来说，讲出这样的话，过往也有听过类似的言论，所以不是太意外。但是呢，就在想说他现在是不是选举的步调有开始转变不一样了？好，另一个是什么？另一个是范斯。范斯呢，现在也因为曾经批评这个民主党的领袖是无子女反社会的这么一件事情呢，让大家开始在说他们的立场是什么。对于贺锦丽来说，当然因为他先前为什么会被选上当副总统？很多人说，就是因为他其实呢有印度方面的血统，能够呢找到亚裔这边的票。那现在呢强调自己是非裔这么一件事情，当然也因为过往的几年的时间，很多人认为非裔的选票是不是有在流失当中？对于他来讲，赢当然是最重要。选举谁想输嘛，对不对？贺锦丽现在呢要赢，有一步是什么？副手选谁？可能对他来讲很重要，因为呢之后他即将要去费城这一边来进行巡回。巡回首战选了个摇摆州，很有可能他的副手也会是来自摇摆州。宾州州长夏皮诺现在的呼声是很高的，因为以前呢，在他自己宾州这边州长选举的时候，他就曾经击败了共和党的州长人选，所以呢，那个时候的大赢让他在民主党里面支持度提升。现在如果他愿意出现的话，哇，那他就会是史上第2位获得重要副总统提名的犹太裔候选人。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把先前犹太裔可能对民主党这边有一些迟疑的这些选票，把它给找回来、拉回来？那至于现在的民调比数到底怎么样？21家民调呢，平均值说川普是领先贺锦丽0.7% 的，所以呢，现在他们认为非裔、西班牙裔都会成为关键。好，差距逐渐的在缩紧，也一直有在上下变化当中。因为这样，选情很多人开始在看了。你来看看美选的新闻呢，现在讨论度飙升56%，甚至提到了福斯新闻呢，已经快要变成了大赢家了。因为呢，他们的这个7月份的收视率已经创下2020年11月以来的新高。而针对于贺锦丽，川普可能下一步打的是什么呢？有人说啦，过往贺锦丽在选副总统的时候，曾经有人就说解密她，因为呢她曾经疑似不是疑似，就是爷爷被证实啊，就真的当过小三嘛。然后呢，甚至呢她的这个当时的对象也有在证实这件事情，因为当时的对象也不是泛泛之辈啊，他是什么？是长期担任加州议长，后来呢还当上了旧金山市长的这一位布朗。那个时候呢，因为他说他跟他妻子分居，所以跟贺锦丽有过一段情。事后呢，其实也在贺锦丽的从政路上帮助过他许多。这么一件事情，现在在福斯新闻，甚至在比较偏右这样的一个媒体呢，他们是大打这一些内容也质疑说贺锦丽到底呢？有人讲比较直接，叫做以身体换取仕途等等等。好，这一些当年有讲，可是没有成为硬伤。现在回过头来看，当他变成了总统候选人主角的时候，会不会造成影响？大家说下一步有可能会逐渐发酵。请教一下亮哥，你怎么样来看？好，因为呢，川普现在讲的这么一句话说。 他之前不是说他是印度人吗？怎么忽然又变黑人了？让现场这些非裔记者其实不是很开心。川普当然是故意选这个场合来讲啦，那当然也包括贺锦丽过去的自我介绍啦，因为他确实在很多场合都说他是 Indian American， 这个是真的啊。是，那反而是比较少听到他说他是 African American，那坦白讲，他也比较不像黑人呐、他的长相、他长相比较像印度人嘛、对，牙买加没有那么黑啦，所以事实上，而且坦白说了，他跟他跟奥巴马的那个父母亲，事实上都是精英呐、对，他爸爸是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的教授、是所以事实上都是学界的精英。对，他妈妈也好像也是医生嘛，这个生物学家所以，川普就是故意的啦，那当然，因为这个场合不是共和党的场嘛，那当然会有一些这个非洲裔的不喜欢这样讲嘛，对不对？事实上，共和党这个包括川普，包括万斯的口不择言川普的口不择言大家早就习惯了啦，2016就是这样在选的嘛，那。 他甚至连重罪都没事，对不对？那跟那个女生有封口费也没事，所以我认为这种负面新闻对他的伤害有限啊。其实最近伤害比较大的是万斯啊，因为万斯的口不择言已经到了共和党已经难以忍受的程度了。所以目前现在是民主党他还在累积能量嘛，一路到8月19号。 那个 DNC 要召开那中间8月5号贺锦丽要公布副手，那基本上不管是 Arizona 的 Kelly 那位太空人，或者是宾州的 Shapiro 这个检察官基本上这两个人的形象都比万斯要好，也比他资深，那一般人都认为他们两个都是中间派，所以贺锦丽基本上是会得分的，就是说。 民主党他这个叫做我不是我选我跟有异质性的人来做结盟嘛，对，所以你就比较容易得分啦。那你民调如果有1个或到2个百分点的增加，那真的会赢的，真的会赢的。所以现在也谣传出了，说川普当初在选副手根本就觉得自己赢了嘛，因为他还以为他的对手是拜登所以副手对他来讲，他根本不是要加分的。 他是要选忠诚的啦，或者是在选接班人的啦，那这次共和党可能有人就会开始紧张了，说范斯要不要换掉？是现在是不是要就选举论选举了所以我觉得未来还有蛮多变数的啦。是，如果说民主党是换总统，然后共和党是换副总统，这个选举也太戏剧性了。可是我觉得万斯会这么口不择言、尖酸刻薄。 我觉得也出乎很多共和党人的意料之外，比如说你何必去讲人家没生小孩，你何必去讲人家说是猫女主人，你去扯这个干什么嘞？你就得罪一大堆没有生小孩，而且比如说那个爱猫人士啊，爱猫人士啊，这个有人数相当多那人家经过那个辛苦也不是个，人家有的人是努力在生小孩啊结果没有小孩啊。 所以他惹怒了很多人，都是不经意的。我认为川普不会讲这种类似神经的话，这样是川普的那个讲话还是有一定的缩小范围。他这个是榴弹炮这样，跟地图炮一样乱打这样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在看啦，目前就是真的有很多民调，那个7个州，甚至我也看到一个民调说贺锦丽翻了4个州这样。所以很难讲啦。那至于他这个过去，因为那个旧金山市长那个时候没有正式离婚它是分居，对，所以人家就说你就是外遇啊，嗯，你就是小三啊，啊，那问题是旧金山的人不 care 啊，旧金山是美国最 liberal 的 city 啊，那加州人可能也比较不在乎啊，可是问题是你现在到美国全国，哦，那美国的保守州可多了。 川普也不在乎吧？川普自己记录也不好嘛。川普因为大家已经熟知了，而且贺锦丽是女生，那这一种美国还是有蛮多保守派人士的，嗯，男女都有，嗯，哦、事实上这个议题已经做很久了，嗯，而且那个福斯哦，把他讲的有一些我们现在都不太适合在台湾媒体用，对，讲的之露骨的啦啊，所以。 我觉得这场选举会打得蛮 dirty 的啦，所以后面一定会出现非常多你难以想象的照片，而且还出现了 AI 照片、AI 影片，根本就造假了。嗯，那未来一定还会有大量出现这样。嗯，套一句这个台湾网络上最喜欢讲的话叫做“我要看到血流成河”。这一次的美国选举到底会选到什么样的境界？为什么讲境界？因为到目前为止，很多剧情都已经是超乎我们的想象，还有超乎我们过往所看到的历史经验。未来还会有什么惊奇发生？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听专家评论。 我们说这次美国大选根本就是惊喜剧啊，因为你从来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请教大钟老师，你怎么样来看？对我也有这种感觉哈，因为今天是8月1号啊，过去30几天之内发生这么多的事情，就8个字：瞬息万变，步步惊心。我觉得是这样子。原点是在6月27号的总统辩论之后，其实当时哈，就算是有一些内部暗潮汹涌，我觉得拜登挺得过去啊。但是当7月13号枪击事件之后，因为他有 双重效果，第一方面是凝聚共和党，因为当时川普的临场表现，嗯，那再加上他顺势提了这个凡斯，当时凡斯的评价还不错，是。然后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士气如虹，但同时这个场景让民主党的党高层、一般支持者高度焦虑，所以也对拜登的这个施压到了空前的最高点，所以最后经过拜登的长考才退。那到现在其实就是1个月所发生的事情。那目前为止当然是。 因为凡斯定案之后，就是贺锦丽，你要怎么挑副手？但我觉得贺锦丽挑副手还是一个传统的思考，就是如何能够让副手让你能够平衡、互补，嗯，加到最高分。所以现在大概假设最后有3、4位人选，怎么看起来都对他的选情有一定的程度帮助啊。不管是前几天大家所讲的亚利桑那州的联邦参议员凯利，做过太空人，奋进号的指挥官，有军事的背景，而且他是所谓的这个边界州哈，边界州一定程度上对贺锦丽会加分。那要不然就是宾州的州长啊，夏皮罗，那宾州是重要的摇摆州，还有就是明尼苏达州的州长华兹。那这3个人，我觉得可能对贺锦丽都有一定程度的帮助。那还有一点重点就是说，目前看起来哈，虽然民调上看起来是民主党。 往前上升，甚至全国的民调反超。刚刚也提到说，部分摇摆州好像还甚至大幅度的跟过去比是有超前，但是整体的这个选举的动能哈，在3个礼拜之前还在共和党身上。那目前为止，民主党稍有一些胜算跟胜面，应该保守来讲是不像3个礼拜之前那么的悲观。嗯，那重点我觉得最后还是在摇摆州，因为根据一份最新的资料，两党包括拜登，包括贺锦丽。 98% 的广告是下在宾州、密西根、乔治亚、威斯康星跟亚利桑那，这个就是未来的重中之重。那接下来哈，这个重头戏就是在8月19到22的芝加哥全国代表大会，因为贺锦丽应该是定于一尊，那如何在这个党代表大会里面呈现空前的凝聚力？ 代表说我们有希望最后达成一致目标，击败川普，就是下一个阶段的重点。所以我觉得现在已经进入到美选的新阶段，新的角力的开始。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回来，请江老师帮我们总结。 节目最后，请江老师帮我们总结。好，这个范斯刚刚出现的时候啊，共和党士气如虹，大家对他的好评都很多。后来被揭疮疤啊，就找出来他过去2021年的时候讲的失言的话，嘲笑了没有生小孩而只养猫的女士们。哇，那这还得了？这在放在任何一个国家哈，这绝对都是大失言。那我看到英国的电视台啊，有访问共和党驻英国代表啊，一位男士。 问他说：“你怎么看这个范斯？好像现在你们共和党里面呢，对他也不满。那他当然不能公开说不满了哈，他只说范斯按照我们共和党的标准呢，他不是传统的保守主义者啊 ，conservative， 他是一个 populist， 是什么？是民粹主义者啊。这当然呢会让一些我们共和党人会有点失望。不过呢，副总统的影响不大。” 那这个也是川普的见解，川普也为他做辩护，而也是说呢，副总统的影响不大。不过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民主党现在他主打的一个口号啊，叫做 "We are not going back"， 就是我们不再回到过去。他完全把自己呢，民主党定位为是一个往前走、往前看的政党。 而像川普呢，就是一个往后看、停在现在的一个政党。那这出住得安全，活得平安，一人一点力，爱就大无限。